惠宁时间海之信，它的创作者是日本画家青木繁，他也是日本二十世纪初期浪漫主义美术最杰出的代表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他的成名作《海之信》啊，创作于1904年，现在保存在日本东京的石桥美术馆。那惠宁是在巴黎菊苑美术馆的临时展览上看到了他，这幅画奠定了他的艺术地位。我们现在来看这幅画，它成功地以油画技法描绘日本历史传说题材，表现史前时代先民的生活。整个画面用笔粗犷，初看呢好像没有完成，但其实这种没有完成的状态恰好是画家所追求的。在1904年，他还创作了许多的作品，下一集我们会欣赏他在同一年创作的《海景图》。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